近日，42岁女星赵小乔平安产女，经纪人对外报喜称母女平安，恭喜。据悉，赵小乔怀孕非常不容易，从之前的多次备孕失败到好不容易怀孕又流产，令网友无比心疼。而这次怀上女儿，赵小乔整个孕期也是十分辛苦，打针吃药一直都没有停止过，如今终于顺利平安诞下女儿，必须要给予赵小乔最大的祝福。赵小乔原本希望是自然生产，但直到落红，腹中宝宝的胎位仍然不正，昨晚临时住院。12个小时未进食的赵小乔一大早就被推进产房准备剖腹，历经一个多小时，赵小乔终于平安生下女儿，真是太好了。其实在5日凌晨的时候，赵小乔就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分享待产包，估计是临产在即，所以赵小乔多多少少都有些紧张。她晒出自己的待产包，并在线询问网友有没有漏掉的。看到赵小乔的发文后，广大网友齐齐留言给予帮助，看得出来对于赵小乔生产大家都非常关心。现在得知她终于平安产女，众人也都自发为赵小乔送上真挚的祝福。